这鹿茸有6颗，最后补一锅，又担心脑啊，给我弄3颗就行了，老妹子啊。好，然后没记住呢，问一问呢、啊，司令。感谢孟老师讲解，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孟老只能看到这里了，但是孟老会在线下继续给大家看病，如果您有哪些病痛需要孟老帮您解决，如果您想要找孟老一对一的交流沟通，欢迎您拨打孟老看病专线4006869306，4006869306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同一。新闻广播为您报时，北京时间21点整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。讲解理论知识，汇聚思想。